来，这样的男生不只是中央空调，他更像是叫习惯性的暖男。习惯性的暖男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你出现暖你，明天他出现暖他。就他以前和前女友谈恋爱的时候和现在跟你谈恋爱的时候，我相信不会有太大程度的差别，是对人是一样好的。那你变成他前女友的时候，你要发个朋友圈说缺钱，他也会借你钱吗？他就是习惯性的暖嘛。啊，你一开始就提出说啊，你为了我你不要去当飞行员这件事情，这一听就知道是气话，就没有人会把他当真，他都不会把这个事当真。为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去阻止一个人成长？那姑娘，其实你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你的安全感的缺失。但是一个人的安全感一定不来自于另一个人，你要来自于另一个人给你安全感，哪怕你来自爹妈给你安全感都不靠谱。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？安全感来自于我完全可以离开你，离开你会伤心，我会痛苦，但我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，来自于这些地方吗？来自于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吗？对吗？所有的事情都是考验，所有的事情也都不是考验。当你们真的说这个爱情是足以支撑一辈子的时候，异地算什么考验？当异地变成一个巨大的考验，或者说前女友啊，别的女生啊，是一个，那未来还有空姐嘛，是吧？都变成一个巨大考验的时候，那本来就不足以让你们变成一辈子嘛。所以看清楚自己的心，看清楚自己的道路，不要总盯着别人的道路。你没有任何资格去阻止别人的道路，你只能走好自己的路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山大老师。飞行员，这个职业将会是一个有更多空白时间的一个职业，因为你只要在天上的时候，你的手机都是一定关机的。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